干嘛、啊？好朋友就是要黏 TT 啊！谁跟你黏 TT 啊？你有什么阴谋？我跟他讲。10月14要不要一起去华山看好朋友 TT 音乐节？那是什么啊？很厉害吗？嗯，那个现场有江美琪、朱丽静、林心怡、戴爱玲、鬼鬼，还有很多有吃的有玩的，有市集，一路玩到晚上，一起去玩啦！听起来不错哎。好啦，什么时候啊？10月14，在华山文创园区哦。勉强去一下。好，不见不散。哎，干什么？两姐妹黏 TT 的、啊。我要去 TT。TT。